的原因这样子。哦，现在我离开医院就可以讲很大声。好，那还有一些人就不留在医院了嘛，就出来。好，那他们可能会在社区开业。好，那比较不计事，可能就像我大概不是很多跑来跑去 的那个伙伴都很计事，我个人比较计事。好，那更厉害一点，他可能就可以开自己的工作室啊，咨商所。好，那当然还有一些人，就是他们很努力的留在做这个心理学教育上面，他们留在大专院校，好，那个都要念更多更多的书，做更多更多的研究，然后他们留下来教学带学生。好，这大概是临床心理师的生态的分布。40分钟吗？15。好一点。好，那下修案其实刚刚那个很贴心帮我们整理了，好，那我就可以省一点时间了。好，那这两个三个案子，其实是三个案子，不过书案其实后来应该是说加案就是书案的延伸啦，它只有多一条说你要多五年，刚刚说是五年实习，不是哦，是五年实务经验，不是五年实习哦。好，那实习跟实务经验有什么不同？实习就是有督导看着你，实务经验没有规定，没有限定，有没有人看着你？医院不会管这个事情。我刚刚在想说，那个实务经验它的认定是不知道他们会认定它多细，如果在医院首长包算不算？就柜台有缺人啊，包算不算？好，就你相关特性，那你去医院收五年的账，他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算，不晓得。好，那这个就看我们立委主管怎么引导这件事情。刚刚那个同学说，你想知道说，这个东西下修以后对你的生涯规划会有什么影响？其实我们也不晓得，你现在看过是哪个案子，或是不过是哪个案子，好，所以我们不晓得。好，但是它冲击其实是很大的啦。哦，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最大的冲击就是刚刚我在强调，一品也一直强调说，我们基础训练的部分其实会整个歪掉。好，我们是做心理工作的，请大家不要忘记人性这件事情。我们每天在跟人性相处，那资源是有限的，资源有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大家只好用抢的。好，那在一个学校里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可是每一个学校每一个系都有固定的原则，他想要多请都不行。好，今天不是系主任说啊，我们这个比如说在中正大学心理系，那个系主任觉得哇，临床真的太重要，我请八个老师可不可以？不行，因为贵系的原额是固定的。好，那他如果不给了你，就会挤压别人。好，那现在学校正在每一个学校，好，任何一个学校，当然像这么好的学校可能不会遇到，好，但是每一个学校都会遇到，是说你学生在减少，然后呢，他可以就是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好，学生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且选择越来越多。好，那每一个学校都面临是你可能招生不到啊，你就会倒校倒系之类的事情。那你一个学校一个系所要怎么样在这个浪潮里面就是撑过来？好，你要有东西去吸引学生来。好，那我个人认为学程其实是这种学程的东西其实是很好吸引人的。好，因为我们回到人性，你今天是学生，我们讲说就说陈干好啦，陈干很贴心嘛，就是兼顾我们基础心理学的发展嘛，没有老师会被革职嘛，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今天是学生，你还没有决定你要不要走临床，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走职场，所以有个学程你会不会修一下？有的时候不会，是好事。好，你很清楚知道它是好事。好，可是假设如果是你大学四年其实不大确定你在干嘛，然后而且那个法案里面是写说你四年毕业以后，你四年就可以毕业，如果你要念那个多念学程，你要再念两年嘛。好，那你马上就要面临你大四要毕业了，如果你现在不去念那个学程的话，你就要离开学校了。好，其实很那个焦虑是很大，如果当下你不确定你要干嘛，你会不会想说休一下？那如果是家长，那我们家也没有说真的很穷啊，哈，那省吃俭用日子也是可以过啊，啊，这两年也没有真的差很多，那你要不要赌一下？好，我们在咨商室里面，好多的家长是，就是那个孩子告诉我们故事就是这样。好，那今天如果社会上这样的状况是一直存在的，那你是学校，你是系所，你会做什么？因为你今天开学程不是说慈善事业嘛，会不会收钱？学费会多收一点，杂费啊，学分费我不晓得啊，反正一定会多收钱啊。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有一些系所是系办小的都请不起，
那如果你的学校是这样子，你会不会鼓励？如果你今天是校方，你会不会鼓励星星你就多开一点吧？反正那个你管他出去念不念得到，考不考得上，所以那个资源一定会歪掉。这我觉得不可能不歪啦，啊、哦，所以呢，原额一定也会歪掉。那你总不会指望说那个电机系或者中文系把原额给你嘛，对不对？所以你被牺牲掉的一定是其他基础心理学的一个训练。那就算我们做人很自私，我们不要管其他的人了，我们就管好我们智商临床的人就好，我自己可以活就好了哈。可是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有学我们智商临床相关的东西，然后缺少基础心理学的训练，在未来工作的时候，你其实会，我觉得不是那么顺畅，因为你的底子其实可能不是那么扎实的。好，那我们在做这个工作，其实会很需要你有更多更宽的视野，好，更大的视角来看这个事情。那如果在训练的过程里面就去缩限你可以看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是不利的。好，那再谈到说，要偷看一下小说。哦，对啊，我觉得那个妙的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去看那个案子里面写的东西哈。整案里面有一句话说，我爸是在自打他的嘴巴哈，他就说同时连用硕士成绩学生应心理学不应心理师考试制度，用以保障社会大众之心理卫生能维持在最高的品质，然后他才放学士就可以考了，什么意思哈？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制度一定有问题哈，因为我听过一些研究所念过毕业的故事，比鬼故事还恐怖，那一定有问题哈。你可以说这个制度完全没有优点吗？心理学是观察人、研究人的一个行为一个科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太多行为可以观察的。我们入学考试、你面试笔试啊，进来然后你跟同学一起修课，你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见习实习做研究、做研究真的是我个人觉得是做人生很痛苦一件事情，因为里面有大量的东西去可以去观察去平和。好，那所以你说这个制度完全一点优点都没有，我认为不是这样讲的。好，那当然我们可以考虑说怎么样让这个制度变得更好，也许开学程真的是一条出路。好，但是它必须是要经过很详细的讨论的。好，那我们就快转一下好了。好，快转一下，假设我们这些都做得很好，没有挤压到谁，大家都幸福快乐的活着，然后我们这些心理学小幼苗就进到了这个职场可以开始工作了。那我们人就会变比以前多很多。好，那刚刚应平有提到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不只是实习了，我们很多人出来以后还持续在做督导，接受督导这件事嘛。好，那当我们这个可以进入这个职场的人暴增以后，谁还督导你啊？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去问他说，哎，你刚刚你这个 session 里面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你这句跟那句有什么关联？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你的督导就想说，你有做啊，都没有指导，然后下一位啊，因为人太多了，没有办法。那做督导的人还要不要做这个服务个案的工作？要的。好，那我们到底还有多少的空间去做服务这件事情？我说的空间不只是时间的问题，还有我们心理空间。好，因为我们在做临床或智商的服务的时候，你其实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心理空间去承担你的个案的。好，如果你自己觉得很不安适，如果你自己觉得很拥挤，你自己觉得很狭窄，你很难去真正把你自己跟这个人放在一起。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如果大量的人灌到这个里面，其实是有危险的。好，那刚刚一点稍微提到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一定会被剥削这件事情啊！好，我们再回来讲人性。各位，如果你今天你是院方，你今天不是这个小老百姓哦，你是院方，那你会拿硕士级的薪水去请学士吗？就算他学了一个学程，他读六年，你会拿硕士的薪水去请学士吗？不会吧？你拿学士的薪水去请硕士比较合理吧？如果你是老板的话。对，都这样子啊，好、哦，对不对？好，那而且你不做，你就滚啊，因为很多人排在后面啊。而且这个法案它，比如说江岸好了，他说这个五年，好，五年呢，这
时还是戒掉鬼事情啊，因为心理师法里面规定说，你只有毕业后的三年，你可以在督导下面，如果你没有牌的话，哈，你只有毕业后的三年是可以在督导下，接就是执行临床业务。那我爸他那五年怎么办啊？好，不过这个对他们来讲应该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因为反正他们就把它删掉就好了，哈。那可是你是民众，你是立委还是民众？你知道你眼前这个人，他是在累积他的第五年，或是第十年，或是第十五年的实务经验吗？阿西，如果他都考不上怎么办？可是他在脑袋院啊，医院还是会请他。啊，民众你还不能告医院哦，因为他合法耶，他还配合政府的这方面的这个澳大利亚大学生累积资格，我们拿他没一点办法的。好，再告诉大家一个，我们在工作上遇到的现况，每个医院都是想要那个评鉴通过嘛，哈、哦，那都会挂红布条，荷尔蒙啊什么什么几年度评鉴通过，什么优等什么的，哈、哦。今天有一个东西叫做人力的项目，所有的医院呢，在所有的项目都会追求 A， 但在人力的项目只要 C， 因为反正只有一个 C， 我评鉴还是会过，我还是可以挂红布条嘛。那民众你去医院的时候，你会知道那个挂红布条的医院结构会很大啊，它里面的护理师的不充足，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好，那你会知道说他的心理师的这个人力没有到 A 等级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因为心理师也没有时间跟你讲这些，我们赶快做完下一个个案又要来了哈、哦。所以我们的医疗环境一定会崩坏。我个人非常悲观，我从来不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看到就是未来，台湾在现在这个健保体制之下，一定我们的医疗一定会崩坏。可是私人的医院后面有财团，公立医院后面有政府，所以医院不会倒嘛，对不对？可是人会走，我们不是没有脚。每年有多少人离开台湾去别的地方从头开始？我宁可这样还不要了，出国从头开始。为了要更好的生活，那留下来会是谁？各位民众，你们应该会看医生吧？不管你们以后怎样进临床啊，你们应该会看医生吧？你们应该会需要一些医疗的服务吧？我留下来的人会是谁？然后结论只好说，那我只好很健康，最好不要进医院。啊，可是那不会是一个长久的办法。啊，所以我其实今天很感谢大家，就是。百忙之中来到这边，然后因为现在公民实在是很辛苦嘛，然后我们每天要守护食物啊，守护大树，然后管海岸的事情，然后有空还要省电，然后我们就够里面。好，百忙之中雨上的大大也来这里，真的感谢你们。但我这个人就得寸进尺，我不只很感谢你们来到这里关注这个议题，我还希望你们持续关注这个议题。更甚至是你拿，如果有时间精神的话，拜托你看一下健保点数对台湾的这个我们全世界最好的医疗造成什么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因为那跟你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有关系。好，你没有谁出生到现在没有进过医院的，应该没有啦，应该没有人是无皮肤伤的。啊，可是我们的一个。最好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医疗，其实就在崩坏中。可是这不是单一现象。你说你今天真的身体健康，你不要进医院没有关系，是因为你只要开了大门，财团就会，财团就会再去游说立委说，哎，那个病历资料要不要也开放，物资资料要不要也开放，医师要不要也开放，护士开放了，护士都没有人要当。好，所以真的要拜托大家来做。哎，你不要以为今天坐在这里是没什么啊，反正我们这个苏立委也没有批判，没有看到哈。我个人认为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意义。好，我们想一下他干嘛这样好了。好，我们身为临床心理师，偶尔是要对人类行为，好，这样就形成一些假设。我认为虽然我们割不了他，也气不了他，但是他每天做那么多奇怪的事情，不干活了吗？他还这么认真这么努力，实在某个程度上还是可歌可泣，可是我认为不是因为他的个性，我个人私自假设啦，我等一下可能要宣读不是他先不是他宣言，我个人认为不是他的个性很坚持努力不懈克勤克俭这样子，我认为不是，我认为人都是有危机意识的，所以我相信苏大立委也是觉得有些事情再不做会来不及，所以他在他的任期里这么拼命。
这个观点跟我们一样，我们有一些事情再不做就会来不及，真的会来不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你今天只来这边花一个下午，然后虽然不是游泳进来，跟冒雨进来，然后没有发生什么，其实是有的，其实是有的。好，那我个人觉得我很热爱我的工作，然后很喜欢做临床心理，可是我觉得做临床心理不是那么好当啊，它真的不好当。那生活是贫穷，你会觉得日子很难过。好，不过我觉得到了最近慢慢觉得公平一点，我们的政治人物好像也觉得他们不是那么好当。那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让他更不好当一点，真的。好，对，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让他更不好当一点。你的每一个动作，你的每一个声音都会有意义，因为你会一直发出声音，事情就不会像他们想的一样可以这么简单。我觉得那才是重点。好，因为很多人说我们既得利益者，对，我太忘了这个，人家说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嘛，因为进来不让人家进来，然后我们这些劣币怕人家进来那个良币驱逐我们。就我个人的立场，我个人就撇开个案，撇开什么学生会受伤什么鬼都不讲，就我个人的立场，我其实不怕你进来，谁要进医院或是谁要进临床心理师工作的场域我不怕，因为我们就来看结果啊。好，现在就流行呆呆来嘛，我老实跟你讲，我不怕你来，可是我不怕，我代表我就支持下修，我反对下修，因为我们在做的是个案的工作，那个不是可以你争我夺的战场。我面对是人心，我面对是个案，人心是不可以让你来当地盘，你抢一点我抢一点。个案，我今天有据说就是有个案在讲哈。个案是不可以被你拿来任意实验的，因为你做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判断，都跟这个人的个人福祉息息相关，而且那不只关系他一个人，会关系到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人际关系、他的这个整个我们说的那个大的健康的观念来看，他其实跟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这个东西有相关。好，所以就算。好，就算对，我行为违法我告了，再讲两句。好，对，违反我也是要把这个讲完。好，我觉得不可以啦。好，就算我们在读的人很辛苦，就是真的整天也都是在心理大掌管，可是在热爱普及之前，我觉得很宽松，或是相对宽松，我们任意的去把一个提供服务者的资格去松绑，不管他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去松绑，我觉得都是不可以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